不是，这个机器确实挺好，它省工省时，而且这扔都少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捆也挺好。这边捆的都不错。那捆的都不错。因为啥？人工捆肯定捆不了这么齐整。这个吧，它要是你要是这个，最起码得十个人能干这些。对。是不是啊？对。它就是第一个省工，省料，没有扔头。像咱那边那个就不行，绝对是扔头多。这玩意再一个它挺轻，这玩意最好。是。上电的时候上的早。嗯。